要写好爬了酷跑心态就能好吗？对对对，想要咱们跑完全程，迎合再大的风浪都是毛毛雨。咱们上，行动起来！要秀我来了，飞越岩浆啊！好烫好烫，烫吧，烫就对了。要不你再试一试？我看看，这什么石头，隔这么远烫死我了！停停停，表妹，你这样子是不行的。冷静点，吃个烤全鸡，能够跨越更远的距离，这样子心态是不是舒服一点？我怎么感觉越发暴躁了？没事没事，我在前面等你，头顶有空气，稳扎稳打，换个视角能够躲避第一次的风波。牛皮兄弟，可以。小白妹追上来了，不能着急。啊哦，完了，这回心态又崩了，这不能够像我这样子吗？没事，表姐，你看我这很愉悦。表妹都开始说反话了，我给等一下疏通道路，把这些该死的按钮都给消停了。表妹，一鼓作气冲过来。来了来了，这地死疼死我了！要是你有扳手，怎么不早拿出来？这个嘛，要是再帮小表妹，指不定会遇上一点挫折就躺在了底上。这行走的冰山，头顶上有空气墙，我才不会在冰上跳呢，不然摔倒在地的可就是我啦。姐姐，你这心态酷跑，越走越炫呢。所以不能够一直的挫败小表妹啊，咱该放松的时候就得放松。你瞧，他已经赶上来了，咱们在前面制造多一点困难。蛋糕酷跑，我这嘴啊，一看到蛋糕就停不下来，啃多点，增加一下难度，把这一整块都给它吃了，剩下的再吃剩一点点。表姐，你在干嘛呢？蛋糕才东一块西一块的。这个我一看到蛋糕就停不住，这块都被我吃了。你大长腿跳过来没问题吧？这个头一路上摔死我了，好不容易有个简单的。这不，你都过来了，到前面呢，咱们都是井底之蛙，能不能抬头看到明天的太阳，就靠这些蛋糕了。不过嘛，这一路上我得给你啃啃，这样子心态才能够健康。哎，表姐，这下把自己坑了吧？让你啃蛋糕，留下来当青蛙吧。我不就剩下一块小奶酪了吗？大不了我变成尖锐，将踩起奶酪来踩轻巧。看到井外的太阳了，小白妹你加油啊！我就先走一步了，到终点等你喽。啊，表姐，你拉我一把，这水井太深了，爬不上去了吧？没事没事，咬咬牙，坚持多几趟就成了。跑过这一烤串，前面就是终点了。表妹，我在这里睡个午觉，你抓紧了啊！来了来了，表妹终于来了，累死我了，重复了99次。没事没事，还有100次、1000次等着你呢。我才不要，我不仅心态没修复，还崩溃了。表妹，当你说出这话，看来你已经恢复了。难道多坚持就是对抗心态的最好办法？